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仪三昧门。我们看第十五，寂静光啊，寂静光。右方光明，明寂静，此光能觉乱意者，令其远离贪嗔痴，心不动摇而镇定，舍离一切恶之时，无意谈说杂然心，赞叹禅定阿难若，是故得称此光明。这首偈是说禅定毛光照业啊。那么禅定我们前面呢也说了不少，这个重要的是要认真的去学习，这个是佛法无量法门的中心啊，这一定要记住，无量法门都是修的禅定啊。今天我们来学习这八句偈啊。第一句是讲氛围气氛里面的名称啊，也就是它对我们的影响啊，是一个禅定的氛围。那么这个光，也就是说这个气氛能觉乱意者，乱意是心不定的人，也就是妄念很多啊，妄念纷飞呀，是这种人。在这个氛围之中啊，他能够把心静下来，这个氛围就是此地讲的寂静光啊，它能起这个作用。那么从这个氛围影响，那这要善根啊，如果善根不深厚，很难起作用。特别是现代这个社会跟从前不一样啊，从前无论是家庭、社会、你工作的场所，可以说人心呢都是定的。那道场呢就更不必说了啊，静如道场啊，就像这个古书里头记载啊，过去
唐宋时代这些文人学者啊，游山玩水呀、啊，在山林里面见到寺庙，也进去、啊、看看啊，好像是朱夫子住席啊，这个寺庙规模很大啊，住众啊得1000多人，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用斋。啊，就是中午，那用斋的时候，就是现在所讲，差不多11点多钟。啊，总是日中之前，啊，日中是12点的，在日中之前不过钟。那么他以为，哎，这个寺庙这么大，怎么没有人？很近，没有声音。就从斋堂门口一看到里面一看呢，1000多人在里面吃饭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他非常惊讶，很感叹地说：“三代之礼呀、啊，原来在佛门当中。”啊，这就是极尽。啊，吃饭的时候没有声音的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，古时候道场里面的规矩。啊，从规矩你就想到戒律。所以道场是陶冶人性的地方啊，啊，造就圣贤的场所啊，啊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啊，道场有在家人，在道场做义工的。啊，这个做义工不是现在有，自古以来就有。啊，心都是定的，都是静的。啊，心思散乱，不逼别人说话了，他自己在里面住的就不习惯。啊，就会感觉到给别人呢格格不入。啊，不用签单的，他自己就走了。啊，每一个人心地都是清净的，言行都是和善的，所以六合敬呢，那不是口号啊，是真的做到啊。啊，现在人做不到，古时候人都做到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僧团。啊，在道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决定没有名利心。有名利心的不会到这个地方来，名利心上却没有，哪里有争名夺利的这种行为啊？所以这跟现代道场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从前修行呢？能成就那个原因我们能体会得到啊！啊，道场里面住众你找不到自私自利的，你找不到有是非人我的，
那么这个就是说佛门道场的风气是这个样子，无论到哪个道场，没有例外呀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想古时候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，啊，人人都守礼，都明义，啊，就是礼义之邦啊，跟现前社会对比，确确实实。差距是180度啊！所以今天社会怎么会不乱呢？这个乱象变成了灾难啊！这是诸位都知道的，境随心转。环境是随心念来转的，啊，日本江本博士想来看我，我很欢迎，他要来了，我请他给大家讲一讲他这十几年水试验的报告啊，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境随心转这个实验。跟佛在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想善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善的，一切人善，一切事善，一切万物都善。啊，心想恶呢，一切人都恶，一切事也恶，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恶。一念之间呢，你看现在人的心，这个是心啊，不相信啊。世间有善人，你说你善，行善事，做好事，他怀疑你啊！他说天下没有这种傻瓜的人，你肯定有企图，你肯定有目的啊！你干这个事情早年我住在美国，美国人的思想逻辑就是这样的，不相信你是善人啊！你进入美国海关盘问你，你必须拿出证明，证明啊你没有做过坏事，啊，所以到这个，你是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先到领事馆签证呢。啊，签证啊，要附一份良民证。啊，就是你在当地啊，这个公安局啊，给你出一份证明，
啊，证明你啊没有犯罪记录啊，你没有这个证明，他不相信你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古人想象不到啊，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人是善人啊。你看同盟教学三字经上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都是你不善，你是坏人。哎，那拿出证据来，他做了些什么坏事？你看跟现在人的逻辑相反呐、啊！那么现在中国人慢慢也跟外国人同化了，也不相信这个世界呢有善人，真的，他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啊！为什么自己都不相信？自己经不起外面境界诱惑。啊，是想做好人，是想做善人，外面这些境界一诱惑了，不知不觉就跟着走了。所以你就晓得环境影响人是多么的大。古人所谓是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啊，这个就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哪一个环境时间久了一定受它影响啊。今天社会风气不好啊，为什么不好呢？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圣贤的教诲，真正的原因呢，出在这个地方啊。那科学讲什么？科学讲证据，没有证据，我就不相信。啊，外国人带头啊。相信科学，不再相信宗教了。几千年来，外国社会靠宗教教育维系的，啊，中国的社会，这大家都知道啊，自古以来啊，我们传统的教育儒释道三家了啊，以这个为社会行为道德的标准帝王提倡以身作则，上行下效啊！啊，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，形成长治久安的效果。啊，这个历史是证据。啊，现在人不相信历史的记载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今天受这么多的灾难，国报现前了，不知道这国报的原因在哪里。啊，而是用科学去探讨啊。啊，那科学家告诉我们的
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原因是温室效应。啊，这是人为的。啊，科技发达之后，啊，飞机、轮船、汽车、工厂，啊，烧的这些石油、煤炭，啊，这些烟雾，排放在空气里面，啊，染污了大气，啊，造成温室效应，这科学家这么说了。啊，科学所讲的，在佛法里面讲因缘果，科学只讲个缘呐，因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根治。啊，能够收一点点效果，这是知道他不晓得真因的。啊，真因是什么呢？佛法说了，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，啊，人类呀，不算出生。啊，人变成什么呢？伦理道德丧尽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贪嗔痴慢，行为造作的损人利己的造成，这是因的。啊，恶念、恶心。我心，这才是真因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只有少数学佛的人，啊，不是多数学佛的人，多数学佛的人呢，还在迷信。这个层次里头，啊，那么真正学佛，在经教里面学习啊，接受经教的学习，你就得到佛菩萨的气氛。这个地方讲的毛光照业，就是佛菩萨的气氛，佛菩萨的氛围。我们接受了，接受之后要进一步认真的去求解，把你所能够理解到的落实，你要做到啊！啊，变成你自己的生活行为，你就真正的受用了啊！那你就是学佛了啊，能得受用，能化解灾难。啊，现在所讲的天灾人祸，通通都能化解。啊，如果你所解的不能落实，你知道这个灾难的因素，你也没办法化解。啊，化解要行证，
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所以现在不要说是一般人，真的有许多专家学者修行人对于圣贤教诲这个教诲没有能深入啊，他的学习得不到收用啊，这桩事情太多太多了。从前李老师告诉我，甚至于出家人念佛诵经拜忏学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还是业力主宰，出不了生死轮回这是什么原因？都没有能做到依教奉行所以你看看每一部经最后最后的一句话，那句话很重要啊。开头的一句话，如是我闻；最后的一句话，信受奉行。你想想这个时候的意思这个经读完了，听完了。生起信心佛陀在经中的教诲我完全接受接受之后我要落实，要变成我自己的思想行为，那就管用了那个正是什么呢？正对自己来讲，法喜充满，这是真的。对环境来讲呢，风调雨顺，灾难不信这是真的。那再说的高一点，转凡成圣，我们的凡人呢，凡圣呢，转凡成圣，这是真的。转娑婆世界为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。这里头关键就是个转啊，前而言之呢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这是真正学佛，这是真正的受用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，反省才是真正的忏悔，是忏悔的基础你每天不知道反省你那个忏悔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念个忏悔文不是真忏悔。所以每一天要反省，我今天听佛法的教诲，我的境界有没有转佛在经上叫我们极静
我有没有把烦躁转变成寂静？啊，现在人是真的，都是心浮气躁啊！啊，心浮气躁啊，也有程度上的差别。啊，严重的你很一下就看到了，清楚了。哎，微细的，往往自己都不知道，都不觉察到。啊，从什么地方能够发现呢？境界先前，啊，态度不好，啊，是叫脾气不好。啊，言语不好的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他潜伏在心浮气躁潜伏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晓得了，我们的心不寂静了。啊，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。啊，在念佛的时候也能够测验出来。啊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这心浮气躁。啊，读经也是如此。一面读经呢，一面生妄念，都是心。不寂静啊，这种人多了啊。有人问过我，其实这些事情在古大德的开示里面都常常讲啊，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就说的很多啊，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，就念佛的时候心定不下来，啊，问他怎么办？啊，老和尚说，这个事情是一切念佛人的通病，换一句话是，每个人都有，也是轻重差别不同。对治的方法是不要去理会啊，就是说读经念佛照常，妄念随他起，不要去管他啊，要把精神集中灌注在你佛号上啊，念头呢随他起，只要你不理会，时间久了，这个妄念就少了。啊，你可不能照顾他，你照顾他的时候，越照顾他就越多，越严重。啊，若无其事，可以同时一起来，哎，不要理会，啊，照顾佛号，啊，禅宗里面讲照顾话头，我们的话头就是佛号。照顾话头，然后妄念由他起去，这是习气，自然会冒出来。啊，只要不照顾，大概一般善用功的人、会用功的人，啊，就是专心专注佛号，大概3年到5年，你看这么长的时间。一支香里面，啊，一支长香啊，1个半小时啊，还会有3、5个妄念，啊，那就说明很少了。啊，念佛诵经1个半小时，还会有3、5个妄念，就功夫很不错了。那么，如果到完全没有妄念的时候，你就想想。
三五年的功夫，还不是要到七八年到十年的功夫啊。你在一直像就是一个半钟点，这个念佛，这个诵经里面不起个妄念啊。真正会用功的人，一般讲要十年功夫啊。啊，你的念头蠢了啊，这个自己好好想想。功夫念到这个这样沉的时候啊，一个半小时不起个妄念呢，往生就有把握了啊。去念佛求往生，自己有没有把握清楚得很，不要去问人，别人不知道啊，别人说你怎样是赞叹，不是真的啊。真正的这个实际状况呢，一定是自己清楚啊。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我们真的要修寂静，寄送里面教给我们，令其远令贪恚痴，这个是前方便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不除掉，就是你心不定的那个根源。你心为什么不定？心本来是清净啊。能大师说得很好啊，何其自信啊，本自清净，这个清净就是寂静。为什么现在不清净？你起了烦恼了。什么烦恼啊？贪嗔痴。你贪心没断呐，嗔恚没断呐，愚痴没断呐，你怎么能没有妄念呢？这是妄念的根呐！啊，所以你要想恢复心德，要想清净心现前，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学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你一个得到了，全都得到了；一个没有得到，通通没有得到。啊，你先得到清净，平等觉都得到。啊，得不到呢，原因就是心里头有这些东西，有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是根本烦恼。佛给我们讲，烦恼性空啊，了不可得了。那么在平常的时候，就烦恼严重，应当多用一点呢观照的功夫。啊，粗心叫粗，细心叫观。啊，用觉观的功夫去观照
藏在哪里？成慧在哪里？哎，你就观这两桩事情啊，心里谈，心在哪里？啊，你这个身体里到底是哪一个起了贪？关到最后啊，你会像慧可大师一样，我找贪找不到啊！啊，密心了不可得了，我找贪了不可得，不知道贪哪。真心里头找不到，妄心里头也找不到，啊，只是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吗？妄想吗？你把这个妄想放是放下，就没事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不肯放下有外缘啊，外面什么缘呢？外面有名有利啊，有财有色有食有睡，才算五欲嘛。啊，不知道啊，外面这些缘也不是真的。啊，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外缘也是假的。这个外缘你真的得得到吗？别说身外之物，身体你都得不到啊！怎么得不到？我们在华严经上做了多次的报告啊，啊，这身是真相是什么？真相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，你怎么能叫你这个身停住呢？啊，不再起变化，要停住，那真的叫年年十八了。十八岁停住，你永远十八了；二十岁停住，永远二十了。你能不能停住呢？停不住，停不住，这个佛家讲苦啊，三种苦叫行苦啊，人的衰老不是一年比一年老，不是一天比一天老，刹那刹那老化啊，谁都没有办法停住的，叫辛苦啊！啊，《人王经》上讲的这个例子，我们都很熟悉啊。啊，一弹指，六十刹那，一刹那九百生命。啊，我们的能力，弹指弹得快，啊，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吧，四次吧。啊，就用这个数字来算吧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刚好两个十万八千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念念不住，哪里有我啊？
啊，所以我是个妄念，不是真的，所以知道内外都不可得，还谈个什么？啊，财是一切众生所贪的，啊，贪不到呢，就生嗔恚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佛所说的烦恼心空，贵在能明了，明了是看破，看破之后啊，你才能真的把内外放下，内呀贪嗔痴放下，外面呢五欲六尘放下了，啊，放下不是你不要了，放下是不要放在心上了，这叫放下。啊，心寂静了，啊，这心只要一寂静啊，外面的境界也寂静了。妙不可言呐！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间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啊，生活在一起啊，我心寂静，我的境界寂静。他心没有寂静，他的境界不寂静。啊，我心寂静呢，我住净土；他不寂静，他住秽土。同样在一起啊，排排坐，手牵手啊，两个不同境界。这个也是古人常讲的，所谓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。修什么？看破放下而已。啊，这个你像这个贪嗔痴造成我们的损害是多么大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，不要说出六道轮回呀，出欲界，这个东西出不了欲界，六道里面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有这个三界出不了欲界啊！你说这个东西多苦啊！贪嗔痴严重，佛讲的很明白。轮回里面呢，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为什么呢？贪是恶鬼道，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，这个东西太强烈了，你怎么能脱离三恶道？现在虽然得人身，心里面细念的是三恶道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贪嗔痴严重的人是心系在三恶道里头，你跑不掉啊！啊，算你幸运的，
你到人间来转一圈了，马上就回去了。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啊，所以贪嗔痴一定要放下。啊，那你贪的对象是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。啊，对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要看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老人家讲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彻底放下，现身说法了。啊，让我们后人看到这个现，这个示现，啊，深深体会到了慈悲到极处啊！他做出这样的实现呢、啊？啊，祖师大德世世代代也给我们做这样的实现。啊，心不动摇而定。这个与信定相应啊，自信本无动摇，这恢复了，慢慢恢复了，不动摇。平等性就渐渐恢复了啊。那么下一首偈意思也好，舍离一切我执事，这句太重要。啊，前面讲的是从你的，从你自己本身上讲的，这一句是讲外缘。啊，外缘什么呢？会影响你，会干扰你。那对于一切恶知识啊，要远离。啊，我们今天。谁是善知识，谁是恶知识，我们很不容易辨别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要有能力辨别，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啊，老师教诫学生，就像母亲啊教育婴儿一样啊，母亲的恩没有人能比啊！啊，母亲至少是三年，就小孩从出生到三岁，全心全力照顾啊！啊，日夜关怀，怕小孩出事情啊！
啊，那个心上只有这个小孩啊。啊，三岁，他自己能走路了。啊，可是他一举动，母亲那个眼线都关注他。啊，太小，怕他出事情啊。母亲的恩，你不从这上去观察去思维，不知道父母的恩在哪里。啊，婴孩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树苗，很容易被摧毁掉了。啊，虽有根不牢固啊，啊，小树苗。老师教诫学生亦复如是，也像慈母照顾婴儿一样。要照顾多久呢？5年了。啊，就怕他亲近我知识。啊，要看5年。啊，5年当中啊，给他培养戒定慧，啊，戒定慧有了根了，啊，有了一点智慧了，这智慧不大，就是有能力认识善恶，哎，老师就放心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定能够啊，礼物尽善，